这个还给你，关心给我发微信了，说前几天碰到许泽豪，他当时怄着气，就跟他说你们准备结婚了，所以他让我跟你说声抱歉。他骗了许泽豪，你看他这个人就是很善良吧？你们都这样了，他还在乎你的感受，这个你自己留着看着办吧。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怎么能知道你在这儿呢？就当缘分了。缘分？行，就当做是缘分。那我们就在这儿把这缘分给避开吧。 你是不是偷看我朋友圈了？不是把我删了吗？怎么看？ 你坐哪个？84。我85。你这也不是85号啊？行，你坐这儿，你别动了啊，我去换。 85啊！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？浩哥，什么事儿啊？手机借我用一下，谢谢。你又要去找许泽豪？ 第一天认识我，都说了缘分，我才信。你不觉得日子每天过得都规划好了很没意思吗？
总要有一点新鲜的、刺激的，对吧？比如今天我们这样偶遇，不挺好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遇到我还觉得挺开心？你不开心吗？我一点都不开心，我好不容易才忘了你，现在我想回归正常人的生活。我又不是瘟疫，干嘛呀？你就是瘟疫，去年一年我像得了病一样，好不容易现在才免疫了。我可是好不容易才想重新开始的。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后打算找一个又温柔又善良的姑娘。你太吓人了。我现在就很温柔也很善良啊，让你试试。哎呀，我们两个，你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也不是，那大家相互凑合凑合，那不消化一下好了，不要出去祸害别人了，就当给社会做点贡献啊。这种话你怎么也说得出口啊？你比十年前还吓人，你知道吗？算了吧，我还是去祸害别人好了，反正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好男人。哎哎，你等一下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夏天。这耳钉是我拿第一笔薪水的时候给你买的，项链是我一周年的时候给你买的，还有这个包包，第三年的圣诞夜我放了你三次鸽子以后给你买的，你根本是有备而来。所以呢？那你刚才也伤害到我，我现在要走了。现在我牵着你的手了，你走不了了。所以呢？你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？不能笑吗？现在是你笑的时候吗？因为跟你在一起才最像我自己啊。想亲就亲嘛，真是。什么时候要你答应我？经历了两次失败的爱情，我还是愿意相信，在对的时候，爱一定会来的。就在这再见，再见，个世界说出的话。